浩瀚无边的大海，被视为人类未来的机遇所在。脚步不停的探索中，总有个声音清晰的提醒着我们，在广袤的天地面前，人类只是过客，并不是主宰。 在厦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内，一种动物骸骨正成为人们重点观察对象。它们是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厦门湾内白海豚的数量由300头锐减至不足100头。 关注这种人口，最近几年这个培训区发现了白海豚的概率非常。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然后当天第三天，每个月，所里的研究人员都会组织一次出海行动，目的是观测厦门湾内白海豚的种群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动物在湾内的生存状况正令人担忧。现在我们还没有观测到新增宝宝，一个群体它如果 出发吧，好不好？船上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厦门当地，从事这份工作之前，他们对白海豚已不陌生。厦门的民众其实对白海豚是很喜欢的，很多渔民叫海豚叫妈祖鱼。如果有鲨鱼出现，海豚都会把它赶走。渔民他认为海豚是保护他们的。外公，我跟他说我在调查研究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以前可多了。”他说跟他最近的距离就有一次，他坐着小木船的时候， 那个白海豚尾巴一甩，把那个海水就泼到了它的船上了。过去，渔民经常看到白海豚跟在渔船后面觅食。现在这样的景象已很少见到。它因为它是栖息在近岸和河口水域，应该说它主要的危险都来自于人类的活动。 一上午过去了，白海豚迟迟没有出现。厦门的白海豚生存压力挺大的。厦门是一个很繁忙的港口，船特别多，海豚它们是需要通过回声定位来识别物体的存在，但是因为周边有太多的船只在声音在干扰，就导致它们没有那么容易的可以顺利的，比如说捕得猎物啊， 或是躲避障碍物。即将走完既定的搜寻路线，船只准备返航。我们往回走吧，那边没看。往回走，好吧。突然，海面上有了动静。在那。发现了没有？哇，前面还有两只。厦门，世界上少有的在近海海域就可以看到白海豚的滨海城市。观测这种动物在当地的种群变化，对于研究该物种的整体生存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它速度比我们快，只有在觅食的时候才能拍到白，很少看到单只的。 一般遇到的都是几，大概是六只七八只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发现让研究人员感到惊喜。
这个个体我们把它叫为大白，因为它身体上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背脊的前部这一块，以前应该是受过伤，现在有个愈合的一个痕迹。白海豚身体状况的恢复，意味着区域内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干扰正在逐渐降低。事实上，除这群研究人员外，当地的人们对于白海豚的关注从未停止。海面上，一支施工队伍正准备进行一场水底爆破，这是为了清除航道上影响船只通行的礁石。可在放置炸药之前，工人们需要先做好另一项工作。几艘专门雇来的渔船上，人们正忙着将一根根竹竿固定在两边的船舷。我们接到他们施工单位通知起爆的时间了，我们提前一个小时进入施工区，对有误入施工区的白海豚进行驱赶。这片海域是白海豚的外围活动地带，水下爆破产生的冲击波很可能导致白海豚受伤甚至死亡。在施工前，人们需要首先确保海域内的白海豚离开危险地带。驱赶船组注意，开始驱赶，开始驱赶。现在，12条驱赶船以爆破点为中心向外推移。船上敲击竹竿的声音，以及船只变速产生的噪音，在水下产生一道声墙。白海豚依赖回声系统进行定位，这种人为制造的异响，相当于一种警告信号。围绕这个船慢慢转，然后越转越大。通过声音的墙慢慢往外扩展的话，把白海豚赶走。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在这个船上进行瞭望。这个白海豚是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左右一次的话，它会浮出水面来进行吸气。40分钟后，工人们确定海域内的白海豚已全部离开危险区域。此时，作业才正式开始。今天，海面上的人类工程在促进区域发展的同时，也自觉保持着对于海洋生命体的尊敬。世界日新月异，可总有些朴素的道理是人们始终认可的经典。不同生命是一个生命体，我们都是这个地球上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个组分，生态系统已经不健康，可能有一天也不能满足我们人类的生活的需要。研究所的鲸豚馆内陈列着许多海洋生物标本，每周六这里都会向公众开放参观，所里的研究人员在此时义务充当讲解员。最大的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长须鲸。是须鲸没错，但是呢它不是长须鲸，也不是小须鲸，它是一头灰鲸。所以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它的皮肤是真的，皮肤标本，骨骼标本是在那边那个大的骨头。太贵了，买不起的吧？不是买不起，是保护的。对呀、啊。对对。你说的长须鲸。今天对于这些海洋中的精灵，人们因兴趣而了解，因了解而敬畏。这让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在未来有着乐观的前景。而在另一片海域，一种名不见经传的海洋植物
将作为人类的帮手，进一步诠释合作才能共赢的道理。东山湾，福建省重要的海水养殖区，数万个鱼排星罗棋布地排列在大海上，在这当中一片绿色的鱼排格外显眼。每平方米25株，这是我们这么几年来实践的一个经验。这些正被种植在海水里的植物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的生态修复型物种，因生长在海边，植株形态与马齿苋相似，故名海马齿。我们80-90年代就开始在关注东山湾这个海区的环境质量，这么多年我们都在做监测修复。每隔半月，这群海洋环境研究人员都会对东山湾的水体进行抽样检验。太着急了。慢一点，对。通过测算海域内淤泥里所含的有机质含量，研究人员可以判断这片水域的水体质量。温度15.4，温度15.4 ，pH 8.19 ，pH 8.19，溶解氧8.35，溶解氧8.37。这片以养殖为主的鱼排，很长时间内也受到养殖的困扰。鱼排上每日产生的残饵鱼粪增加了水中的氮磷含量，导致局部海域富营养化，鱼类发病几率增加，造成了养殖户的经济损失。2012年我们就开始在选择一些相关的修复植物，那首先肯定是对氮磷的修复，还得考虑到成本，不仅仅要存活，还要有一定的生物量才能达到一定的修复效果。生物修复，现代环境修复的一种常见手段，相比于过去的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这种利用生物自然属性进行治污的方法具有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的优点，但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并不容易，许多传统治污生物难以适应东山湾的水文环境。但是呢，从这个照片来说确实效果不太理想。海带就是在种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基本上是已经停止生长，都是被淤泥覆盖了。龙须菜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咸污膏覆盖在它的龙须菜表面上面的，碰到之后没办法进光的作用，就是已经白化掉了。也不可能就是科研都会成功的，但是我们会总结经验，再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去找找新的方式，去做新的途径。作为治污生物的候补者之一，名不见经传的海马齿出乎意料地成为名单里唯一的幸存者。它具有耐旱、耐盐和抗金属等特性，在淡水和海水的浇灌下均能成活。如今它迎来了崭露头角的时机。现在生长在海马齿根系上的微生物正在分解水体中的大分子营养物质，方便海马齿更好地吸收水中的养分。作为回报，海马齿的根系则为这些微生物提供氧气和养料。基于共赢基础上的合作，让不同生命体在各取所需中维系着区域内的生态平衡。一吨的海马齿呢，可以移除碳300公斤、氮25公斤、磷1.5公斤。现在有的渔民，他是觉得说，哦，
哎，不错啊，我这个景况也改善，我的这个水质变好了。我们今天尝试了吃了一下我们养的鱼，发现它的肉质还不错。那我们下一步打算就进一步去比较，有氧海马池跟没氧海马池的网箱当中，它的鱼的风味跟营养物质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海马池的经济效益的一部分。未来，这片海域上将出现更多这样郁郁葱葱的绿色鱼排。而在不远处，人们正通过一种别出心裁的海洋教育，让人与大海的关系走向更明媚的明天。在厦门海沧的一所小学内，学生们正在编排一场海洋主题戏剧。这是电影《加勒比海盗》的情节，小朋友扮演大海的探险者，想象着自己即将开启一趟海上冒险之旅。事实上，加入海洋元素的课程是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除了常规的学习课程，学校每周还会为学生安排一节海洋课程。孩子们啊，非常喜欢去探寻一些他们所喜欢的，尤其是海洋生物啊，比如鲸类啊、海豚啊等等等等。然后每年也都有海洋的夏令营，亲海夏令营，会带孩子们去白海豚保护基地，去到海洋馆，带他们去了解一些海洋知识。学校的海洋教育并不局限在课堂上，每周一次的帆船课是孩子们与大海真正接触的时刻。这种只有2米长的帆船叫做 OP 帆船，专门用于初学者起步训练。尽管它看上去轻巧，但对这群10周岁左右的小孩子，想要操控它并不容易。风速、水速以及这个风的方向的角度，它只要有一丝的变化，它这个帆船航行的这个速度就会改变。不仅要用到数学，还要用到物理，还要用到这个地理的知识。这个横风段一定要顺利的通过，在这个里面通过叫起航，绕回来以后就终点了，明白吗？这种水上运动有助于激发孩子们学习知识的热情，而课上安排的比赛环节则能进一步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每轮比赛，选手们需要绕过4个浮标，用时最短者获胜。但想要夺得最后的胜利，每位孩子则需要参加历时2天的7轮角逐。赛制如此设置的原因，是要让选手们学会面对大自然中最不可控的因素——风。这是帆船前进的主要动力，也是影响比赛进行的关键因素。每个场地的水流不一样，每一天的风力也不一样。那小朋友们比赛呢，它是海上相对来出现的偶然性也比较多。时时变化的风，让每一轮比赛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完成7轮比赛之前，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是最后的胜者。而有时，突然消失的风，则更加大了比赛的戏剧性。现在是等风的情况，因为现在那个天气风力不是很足，而且那个风的风本啊，
风还没起来，风摆来摆去，不稳定，所以在湖面上你们也看到了，没法比。12点如果还是没风的话，就直接下去 over。比赛一旦被取消后，选手们的名次将按照前几轮的成绩进行排序。对有些选手来讲，这就像是老天给予的惊喜。没风吧？有风吧？哇！因为他被超过了。如果再比赛下去，我可能会被后面超，因为不知道这什么天气。我对这，因为我的水平不怎么稳定。对。他有的希望呢，昨天没发挥好，今天想再发挥一下，而恰恰赶上没风了，你就没办法比了，那你就结束了，就按昨天成绩。有的呢，有的小朋友昨天跑得很好，他就觉得，哎，就这样就可以了，他就不想再跑了。就帆船比赛的不确定因素，他的魅力也在这儿。风迟迟不来，但这些小朋友们并没有因此焦虑。小小年纪的他们，早已在这项运动中经历过各种不确定状况，这磨练出他们冷静沉着的心态。海洋的这个教育哈，它不仅是改变了一个人，应该是这种海洋这种广阔的一种，像大海一样，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广阔。那实际上这种海洋的教育已经深入到我们学校每一个孩子的内心当中。突然现场起风了，比赛重新开始。孩子们需要应对的挑战远没有结束。比赛过程中有人落水了，翻了一个。风突然一大，船头就整个扎下去了，然后再加上又来一阵风，然后水就进了很多，翻掉。在帆船比赛中，帆船落水是常见的事情，如何自救成为了每个运动员的必备技能。驾着船走向海洋以后，他那种勇气得到了锻炼，他面对困难的只有靠他自己。作为一名帆船选手，当他在水上航行时，需要独自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这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学会自我成长。这个其实就是国家海洋强国的战略在学校教育当中的一个体现。我们不仅仅是对孩子进行海洋意识的这个教育，而且可以通过孩子来影响家庭、影响社会、影响这个公民的海洋意识。当海洋教育从娃娃抓起，蔚蓝色的基因已融入他们的血脉，他们也将从这里起步，走向更远的未来。